有网友提问，有没有经常说的一句话，其实后面对应的意思是反的呢？接下来的网友坐不住了，不是我吹，等于我要开始吹牛了。不是钱的事儿，等于就是钱的事儿。你以为这就完了吗？下面还有，不是说针对谁，就是针对你。哎呦我的妈！最后一个说，我说句实话，等于就自己假话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宝，我们起个英文名吧。好呀，你叫伊娜比呀。去死吧你！你叫啥？我的天，为什么那么帅，帅的不要不要的？哎呦我的妈！网友评论：真尼玛的狗。宝贝，你觉得周慧敏和邱淑贞谁漂亮？怎么没有你啊？那加上我。周慧敏，那为啥还要加上我呢？不加上你，邱淑贞不就垫底了吗？今天的粉丝投稿，以前跟着一个师傅盖房子，我问师傅要什么，师傅说要灰，我问师傅要什么，师傅说要砖，我又问师傅要什么，师傅说要跑，快跑！哎呦我的妈！假如给你500万，你会放弃下列哪一个选项？一，永远不碰电脑；二，你的10年寿命；三，你朋友的生命；四，永远单身。下面的评论说：师傅祝你好，交个朋友。宝，我5一假期准备邀请你去旅游，去我的被窝3日游，门票只要13一次，请问你要买票吗？可以拼单吗？最后一个，流行纹身那会儿，一哥们儿在背上纹了一幅世界地图，有一天脊背疼的去医院了，医生问你哪里疼，他悠悠的来了一句，在伊拉克附近，哦，那边正在打仗，你忍着点。一位网友发了张图片，刚交的女朋友好看吗？下面的评论说，500块让你女朋友帮我咬个人。我该怎么跟大爷解释呢？ iPhone 已停用，请47年7个月4周2天5小时44分钟后再调试。下面的评论说，大爷你方不方便再活47年？哎呦我的妈。宝儿，我来大姨妈了，放心，我不会像别人一样说多喝热水，你让我先看看书上怎么说，让他疼，女生就是用来疼的。还有这个网友取名姜子牙疼，有备忘录，创作黑鸭，这个人才的评论，你不要过来呀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你好，我的宝藏先生，您的借款下来了，一共8000，去掉平台服务费6000，客服工资1000，手续费500，还有我的个人服务费499.83，实际到款1.7，请您注意查收，我借8000，到账1.7，请务必在7天内一次性还清，否则将下面的网友评论，否则将再借你8000。哎呦我的妈！假如我在街上看到一个小偷，然后见义勇为的去追他，然后追着追着他心脏病就犯了，如果他死了我要负责吗？各位姜律师在线解答，你在跑步呢，你什么时候追他了？还有一位网友提问，如果你有马良的神笔，你第一个会用来画什么？我们还在想画什么的时候，这个网友真的是人才，再画一只备用。最后一个，我笑得不行了。闺蜜在我家烧水，我说你这哪是烧水呀，简直是在炼仙丹。说了两句，她摔门而出。这样的闺蜜还能要吗？好家伙，太上老君当年瞅你这血的技术吧。今天的粉丝投稿，你们有没有发现这家伙戒烟了？上面的评论说，右边一直骂，这不戒烟吗？哎呦我的妈！烟是戒了，绿帽子还在。最后一个网友说，戴着帽子放纸炉上都不下来。最后一个网友投稿，去看电影吗？好呀，等会儿骑摩托车去接你吧。你说这些话的时候能不能加个宝贝，一点都不懂浪漫。下面这个网友也是钢铁直男，骑我的宝贝摩托车去接你。今天有网友投稿，湖南老农借鉴咏鹅写出咏鸡，全诗仅18字，获国家级文学奖。咏鸡，鸡鸡鸡，尖嘴对天啼，三更呼皓月，五谷换晨曦。下面的网友坐不住了，咏茶，茶茶茶，半夜都西瓜，灰头玉润土，半手一缸茶。哎呦我的妈！还有这个咏鸡。七七七，只会玩手机，婚前95，现在100斤。还有用屎，屎屎屎，看戏都用纸，看的能夹断，戏的标一只。最后一个，我笑得不行了，怎么才能年入100万呢？只要不犯法，干什么都可以。
简单的，你往银行存个6000万，一年的利息就差不多100万了。我有6000万，我还请教你啊，挣6000万的办法我也有。怎么挣？再往银行存40亿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医生让我9点吃药，但我想5点吃，我想去吸病毒。下面的网友坐不住了，你咋不让医生吃，给病毒来个更善大牛？哎呦我的妈！你咋不把药换成糖，给病毒来个漫天过海？你咋不把药抹皮肤上，给病毒来个震动机器？最后一个更经典，或者你可以不吃，给病毒来个工程机。最后一个，我笑都不行了。小姐姐，我是和你一块练车的，这几天怎么没见你过来练车呀？有点事儿忙，怎么了？想我了吗？你不来，教练一直骂我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新疆小伙和甘肃姑娘叫心甘情愿，湖南小伙和广东姑娘叫两情相悦，那你和你对象的爱情叫什么呢？下面评论说越近不挑。哎呦我的妈，穿越火线，互相伤害。还有个网友提问，苹果手机的这个键是干嘛用的？我们还在想怎么用的时候，下面的评论说，当你藏在床底下的时候，报名键。